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坐在一起啊？女孩，谁让你坐这儿的？女孩坐这边。你把我当过女的吗？坐他旁边特别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办了？我，我学一年。东九年。对啊。真假的？啊，六大元。我爸。哥，你还管我叫哥？那么小，九一年啊？啊，看上去有点成熟。长点扎心，不好意思，不行吗？小哥啊，哎，涛哥，有何指示？录这节目到结束为止，一直保持小哥。啊，好，哥，必须的啊，老听话了。开玩笑，我九三年。但你真看不出来像九一年。哎呀，感觉一开始被人套路了。